大家好，我们是选贤道补帖团队。在2020年的时候，你可能有用过我们的工具。当年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大家好，我是 Tim， 是第一次参加大松。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我们在开选民可以在选举前临时抱佛脚，那选举当天可以不盲投。这次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客制化的投票帮手，它是一个所有选民都适用的投票工具。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，它其实不太容易，因为每个选民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跟他投票的标准。当年我们放了我们觉得重要的四项针对候选人的资讯，对于那些价值观跟我们相近的选民来说，这项工具确实帮助了他，但是对于那些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的选民，这项工具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他在这里找不到他想要知道的资讯，或者他在这里找到的都是他不在意的资讯。如果我们想要服务到这些选民，我们必须从选民的角度出发去思考，这些选民到底想要知道候选人的什么事情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想做的工具是客制化的，因为我们不只想要服务跟我们价值观相近的选民，而更多的是那些价值观跟我们不同的人。具体来说，这个工具要解决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选民要能依照他的价值观去决定他想看到哪些资讯，而不是想把我们给他看的资讯硬塞给他。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需要引导选民去思考哪些资讯对他来说是有用的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帮助选民去找到这些他想要知道的资讯，去帮助他做决定。这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能达到的目标，因为我们必须不断探索选民想要知道什么资讯，并帮助到他，而且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需求。但如果我们成功帮助到一些人，就代表我们增加了这些人对候选人的理解，代表他投下去的票会更符合他的价值，也代表这整场选举是更符合民意的。最后，我想在这里征一位 UI UX owner， 如果你认为选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或者你对我们刚刚想解决的问题有兴趣，欢迎来找我们聊聊。点这个 link 可以加入我们，或者你可以在徐玲 V 的 Slack at 徐玉婷可以找到我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谢谢 Charlie。 这边有个 bug 是这个影片没有办法点连接，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到共笔上面参考，就是它的内容。那下一个是design。